恩语之声与您同心抗疫，常常洗手，不要乱摸嘴巴呀，外出记得戴口罩啊，大家尽量避免到外地旅游，最好是均衡饮食，增强抵抗力。不见面仍然可以表达关怀，在疫境中我们彼此守望，用爱心互相支持。恩语之声陪伴大家同心抗疫，记得鼓励您的朋友啊。